有谁对你特别执念，你想让他别这么喜欢我？张雨欣。哦。口误。比如，就我要怎么说呢？因为他每次见到我，而且每次，哎，不过他很奇怪，我觉得他跟我玩欲擒故纵，真的就是你知道，在你们眼前，就是在你们面前，他都是很缠着我的那种，但是我微信找他从来不回我。哇，对，就这个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刷朋友圈的时候，看见他在别人那里评论，你从来不找我。你们知道我找他有多冷漠吗？我没有啊。宝宝在吗？然后过了几个小时，嗯。不是怎么了？我说我想你了。哦。张雨欣吗？哇哦。我对他。哦，对谁？不是，可是他是群发，真的群发。我没有群发，我把我手机等一下给你看，没有群发。我跟你讲，上次默默真的没有群发，因为没有发给我。可能你不在他列表里。真的，上次默默跟我讲，他说他三点多钟凌晨三点多钟，宝宝，你在干嘛呀？然后默寒冷漠，啊，你为什么不理我呀？默寒冷漠，你为什么不回我呀？我好寂寞。哎呦，不是这样，我真的很冷漠。你干嘛？你半夜找别人？我半夜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你要理解，我是怕打扰到你的休息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打扰默默啊？不是，这个也不能给默寒听到。那个，我就半夜有点想干嘛？想雨露均沾。不是这样造句的。这词不是这么用的吗？不是这么用的。可以吗？他们都说可以，你沾就沾吧，为什么还有雨露均沾呢？不是这个意思吗？行，我等一下下台，我就百度一下看一下什么意思。就是特别紧张的，收到一个特别让我特别容易让我特别紧张的人的微信。哦，谁？你猜谁？我们团的，我们队的是成员还是？我们团的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们，孔夏莹，马老师。刚刚本来想正常吗？他转身说：“婷婷在吗？”然后我没看见，我隔了好久回他：“我在。”然后就不回我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婷婷在吗？我说：“我在啊。”怎么了？把你电话给我。害怕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趁热打了吗？把电话给他了，就打来了。怎么联系不到冯星朵啊？好霸道哦，好心酸哦，霸道总裁。我一直就很紧张的盯着手机等了半天，颤颤抖抖的把我的号码发给他了。他说怎么联系不到冯星朵，心里受伤了，不是找你啊。我之前有一次也是这个样子的，十七找我，我以为他找我，他说你能把 H 队那个谁谁谁的微信号给我？谁？我觉得。下面的小伙伴应该迫不及待破，哎，没有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女孩子的事情。对，让我们下面迫不及待的小伙伴们上来吧，耶！哎，怎么没有人？快上来！